我真的像你们，我的中国是一点点天赋，科兹曼，但是我不会努力中文，为你们，谢谢，非常感谢盛敏。那我们知道之前我看过那个视频嘛，对不对？这盛敏呢和这个他旁边的这位立旭两个人呢一起来教学中文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看看立旭的中文讲怎么样。立旭是我的老师，中文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立旭，好久不见。